同学，大家吉祥如意，早安。好，我们去研讨啊，《菩提道次广论》的毗婆舍那。好，那我们上次呢啊，谈到是在啊，用四个方式，就是他中认为印成派有断灭见的嫌疑。那科判呢，在427页。好，导数第二行，427页导数第二行，他说显他中所设难，他中八字序下皆非能破。那你要四个角度观察，堪不堪忍正理施舍而破除，难不能破。就是说世俗法中呢，因为中观中是无遮，所以没有在圣义理之量中显现，但因为没有在生理现象中显现，不能代表说没有，所以是看不到，不是看到没有，这是中观应成跟中观秩序共同的。那无始中就主张应该是圣义有，因为圣义地中有依他起显现，依他起世俗化显现，你连依他起都没有显现，可见呢你们是什么破坏依他起的这种断灭见。好，这第一个。第二呢，观察有量成不成立而破除，而且一样，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一样。所以呢，观察呢，是生理质量来破除，不是破除世俗法。这个叫观察由生理质量成不成立来破除世俗法，难不能破。生理质量呢，是用观察自性成立有无，不是观察世俗法有无。世俗法呢，是由世俗明量来判断的。所以不能说生理质量没有世俗法的显现就认为世俗法不存在，因为世俗法是用世俗明量来做判断，那个圣义量呢是用圣义质量，这两个角度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你观察生理质量成不成立而破除世俗法，难不能破。这个是从屈入的所破来讲，第一个是从显现来说，第一个是从显现，第二个从屈入的了解的 层次来说。所以两个呢量一样，但是呢从第一个从显现的，第二个从了解的趋入，两个不同角度。第三，观察那个是否自信成立四句所生而不会破除世俗法，难不能破。所以呢在圣义地中跟第一个有雷同，所以在圣义地中呢没有生就不生不灭，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长断，没有意义，这些呢在生义地中都没有显现，所以生灭这个四生根本没有显现。所以你不能说在生义地中没有显现依他起的生无生无灭就认为这个中观应成破除世俗法，就错的，就跟第一个有雷同，没有显现世俗法不能代表破世俗法。那现在我们进行第四。就观察自性成立的有事跟无事等四句而为破除世俗法，难不能破。那有事呢我们称为就是无常法，无事呢就是常法。所以呢在应成派不管是自性成立的无常法的有事，自性成立的常法的无事，都是错。那这四句呢就是讲把有事的无常当成 A，无事的常当成 B， 就四句型嘛。第一个是什么？是 A 非 B， 是有事非无事。第二个呢？非 A 是 B， 非有事是无事。第三个两个句有，是有事且是无事。第四句呢？非两者俱非，非有事且非无事。这四句只要前面加个自性成立，通通应成派不承许。这四句的状况，四种状况，只要在前面加个自性成立的话都是自性成立有事无事等四句而为破除，认为我否定掉自性成立的有事无事，认为就破除世俗法，这也是不能破。因为应成派认为自性成立不管是有事无事四句任何一种都是所破，主要是破自性成立，不是破四个状况。那顺着这个理路，我们来讲第四个科判。好，这观察自性成立有事无事等四句而为破除世俗法，难不能破。好，那这里呢我们上次谈到第四句的内容呢进度在
450页的第二行，第二行，这里主要讲的是说那个空，空就扫空，是吗？有扫空无可置，这个文字 文字很绕了，就是一般来讲呢，我们有讲有扫空的，扫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存在的，例如龟毛兔脚，龟毛兔脚是一部分的内涵是扫空，就是一部分的，不是全部都空。但是应成派说，一个瓶子自性成立空，诸法皆自性成立空，所以呢，在下部中认为应成派就是一切空，不是扫空。扫空是对的，因为没有龟毛，没有兔脚，没有空中花，没有使女的儿子，这个叫扫空，不是全部空。可是应成派呢，只要一法自性成立空，诸法皆自性成立空，就是一切空。所以在下部中认为扫空我承许，但你应成派讲一切空我不承许，因为你讲诸法自性成立空等一切空，一切法不存在。所以在这个文字上呢，扫空跟一切空变来变去了，文字呢没有交代的很清楚了。所以在这里讲到说悉无所有，就是说譬如说悉无所有，那复起云岂无所有，愿当会师，何能令彼了解为无。好，那这是十四这个是以活护论里面说的，或者说的就是若我们看后面这个在450页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第五行。好，那活护论云，若足知法有性，好，这个性就是自性成立。那唯彼说空，那如果有人执诸法有自性成立，但你跟他讲是为他人说，他是这个执着的人说他是性空，就是自性成立空。那未有缘起因缘，假真上假名有事，他用缘起因缘呢，应该是讲分别之缘起真上假名有事。非是诸事实有自性成立，所以因缘应该划掉了，应该是唯有唯分别之假立缘起真上假名有事，他用因缘就变成混淆了，因为他这包括常法无常法，不是只有无常法的因缘所以应该因缘这个活护论写的因缘应该是用唯分别之缘起比较适合，这里用因缘呢变成没有把唯分别假名因缘起的说清楚。所以假名有事，非是诸事实有，这个诸事的事就是法。那这里用因缘就变诸事就变成无常法了，它变成用因缘的话，这个诸事就变成无常法了。如果你把那个因缘就改成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缘起的话，就变诸事就是一切法。那我感觉应该用唯分别之假名安立，就把常法包括进来比较好了。因为他前面讲执诸法有性嘛，已经前面一个总说是诸法了嘛，所以很多大德写的论没有前后有说，有时候没有相顺了所以呢，既然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的话呢，不是所有的诸法实有自性成立，就是错的那有显诸法自性成立空。应该是屈辱了，他用显来说了但前比那个直，这个叫自性成立直，应该显用跟有跟了解来的，由屈辱的不用显这个就是用屈辱比较好，但是这里我们是用显所以若有若有余空直为十四，如果把这个自性成立的空性自性成立的空性呢执为十四，就执为自性成立的话，谁亦不能破除其执，就把本来自性成立空就是无自性成立，你又把无自性成立当成是自性成立那这样的话就变很难破除他的执着了。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像一般的讲那个他空派的，因为一切法都可以空，但如来藏不能空，一切法都可以空，空性不能空，所以他就把那个空跟自性成立空划等号了，还是没有了解真的是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的性空，
不了解这个内涵，就把一切把自性成立空等于空无，所以还没有了解啊，那就把自性成立空的生义谛当成是自性成立，这个很难破除他的执着，因为他执着生义谛必须存在，等于实之有的概念，实之有都可以要存在，所有假有不存在没关系啊。像说我们经济上呢，你不给我东西吃没关系，不给我车，不给我房，不给我衣服，不给我享用，只要给我 money 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最基本就 money？ 或是账户那个账户呢，给我存下一些七位数或八位数的数字也可以，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有这个我自己买，你不用买给我，哎，是不是很现实哈？那，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呢，空性不能空，其他法可以空，空性不能空。好，啊，如果对空性还执着自性成立的话，这个执着就很难破了，因为你把最基本的当成是自性成立，不了解它是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缘起有。哦，这个都是没有，因为大德都没有从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缘起有去讲自性成立空，不是空无的空，是自性成立空，是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的空性，这一直没有说清楚了哈。对不起，我又这样啰嗦，因为我强调说这个很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光在文字上绕自性成立空是没有用的。好，所以譬如说云啊，虚无所有，就既然东西都没有，就一切空了嘛。若复起云，其无所有，愿当会师，何能令彼了解为无？就说已经自性成立空是无自性成立，你又把无自性成立当成自性成立，那这种人我怎么跟他解释呢？怎么跟他了解说原来自性成立空也是自性成立空呢？啊，即欲显说，这样没有问题。好，到这有没有问题？依照活护论的说法来讲，下部中认为空性必须有自性成立了，而且自性成立空本身是自性成立空，这个叫空空，这个在般若经叫四空的空空，内空外空啊，内外空跟空空的空空，就是自性成立空也是自性成立空。那为什么自性成立空也是自性成立空呢？啊，因为它也是唯分别之假名安立缘起有。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就把前面的再做个复习。那很多文字可以不用看的哈，把它整体抓到就好了。好，可以没？你们都听我，听我，我们在哦。哦，真搞，哎，谢谢谢谢回答。啊，看我们新春的进度。好，导数第二行。若不合者，如果你们不是这样想呢，欲则不合。我讲这个欲呢就不合了。啊，你只把没有当成有，这自信成立空又自信成立，要把它当成有自信成立了。啊，这个就。你们这个内涵相反，就跟我讲的欲是一样。那犹如夷，好，夷就是乞者，一乞者，那这个乞丐了。一乞者向别人啊，向别人，向他人乞财，啊，一乞者向他人乞财。然后呢，那这个人嘛，这个是乞财哈，啊，什么说无财。那这个呢啊，那个这个无财食啊，那个乞者，这个他人说我没有钱哈，啊，就说一个乞丐说哦，拜托拜托了，那个什么一点钱给我，我说哦，对不起，我没有带钱哈，啊，说无财食。那乞者若作是念，乞者啊，此人无财，此职挥过。如果说乞者说哦，这个人真的没有钱。这个想法，这个此执用不是，啊，此认知啦，啊，想法他真的没有钱，这个认知没有过失啦，啊，因为他跟你讲没有钱嘛。那若以无财，把别人没有钱反之为是财，好，哦，那没有钱也是钱，你把没有钱拿给我吧，好，哦，反之为是财，尔时不能令其者之无财，这个有没有听？这样文字懂吗？可以，很好，谢谢服务人回来很好，这才会回应，哎，不然我问出去好像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好，这个就是啊，不能吝之，因为你把无才当成有才，而是不吝之无才了。啊，那这里为什么是讲应承派？次序派了，应承派讲次序派了。因为次序派讲圣义地中无自性成立嘛，然后呢，他叫名言中有自性成立嘛。明明知道无自性成立是圣义中无自性成立，把无自性成立呢又当成有自性成立了。啊，这个就是反问在次序派，把没有自性成圣义中无自性成立，你也知道啊，可是你又讲名言中有自性成立，把无才当成是才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喻了，在讲次序派的喻了。好，所以若问诸法有无自性成立，哦，所以无自性成立不能当成有自性成立，可是一般自性派以下圣义中无自性成立就变成是有自性成立。名言中，好，告曰无性，哦，有人问啊，诸法是有没有自性成立呢？啊，这个要打问号，问号。那告诉他说没有自性成立，好，无性，这个性就是自性成立。所以若执无性，那所以若执无性，说者实欲令起是劫，彼起是过。好，如果说把无性把无性啊，说者欲是令时解彼性，就把无性要告诉他，他真的无性，这个没有过失。哦，有没有自定？答曰无性。若执无性，说者实欲令起是解彼，这个没有过失。真的执无性的时候，这样答是没有过失的哈。但呢，难于无性，反执有性是会过失。所以如果你执着真的是无自性成立，没有过失，但如果你把无自性成立反而执着自性成立，这个就是过失。啊，这个一个刚好两个顺一个反。啊，那你这个呢，那这个喻呢是什么呢？啊，喻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若依如意说，无才时执为无才，亦当被破。若依你们他中说的，把无才呢执为真正的无才，也变嘛，也要破，因为不是真的。你刚空无，哦，把空无执为是空无是错的，因为你认为一定要有，不能空，不能空无。好，哦，这个第一个，若依奴役说无才时执为无才，亦当被破，因为你认为无才执为有才才是对的，可是你认为无才把它执为无才就是错的，要破。第二个。故依我说，这个我说应承派最为端严，哦，啊，这个文字呢没有把它讲清楚了哈，好，哦，没有讲清楚。然后呢，那为什么最为端严呢？我们看《显序论》云：“于空执事，非是破空。”好，哦，所以“于空执事”呢，在哪里呢？在450页的导数第三行，导数第三行啊，对吧？若于执于有空，执为实事，有没有？前面啊，这个若于有若有于空，执为实事，这个就显居士说的嘛哈，啊。那这里呢，就讲说哈，啊，这个于空执事，非是破空。啊，哦，非是破空，就变把空性执为自性成立呢？啊，哦，非是破空，故唯见性空，亦非有过。那这里呢？这里讲是哈，哦，这个呢，因为解读不一样哈，哦，解读《佛陀论》是把空性执为自性成立这部分来说，显就是说于空执事，非是破空，啊，哦，故唯见性空，亦非有过。那这里呢，于空执事，这是错的。当然，如果是不是破性空，故为见性空，亦非有过。这里讲说啊，性空是第一个啊，说者第一行，若执无性，说者欲时欲令是令起是解起彼起是有过。那所以宗道是用这一段来说，感觉怪怪的啦，怪怪的。
用那个于空执事这个部分呢、啊、来引这个啊非是破空啊故谁见性空亦非有过，这个来讲刚好是反的，所以用这一段来讲因内涵是反的。好，没关系的哈，这中是这样引的哈。那我们了解那个是佛论讲的是他中说的，现在呢把它当成应成派啊，非是破空啊，破空故为见性空亦非有过，变成相反的哈。啊，那我们看《般若摄颂》说，菩萨若持此运空形象，好、哦，此运空的形象非性无胜处。所以说，菩萨若持此运空，运空就是无运，是空性。运空，那这个内涵呢，讲的太简单的。那我们看宝曼论说，初见我无我啊，故大能能遮。那这里哈、哦，我把哈、哦，因为那文字表达的太，中文是没有把它解释清楚。那我们看中文是后面讲，初见论说不可起空无我见。那皆如前一当了之，那我这里把怎么说呢，我要把形象加进去，因为中观是没有把形象加进去，形象很重要，中观是解释没有把形象加进去，就说菩萨若持此运空形象，就是空性有相分，变成空性自性成立空，有自性成立的相分，它变成这样解释的，空性有相，这是唯识中以下的，如果此指运空自性成立空有相分，那非性无生处，不是真正的相信啊，圣意中无生。你把空性当成有相分的话，你就不会真正相信在圣意地中是无生处啦，没有生的相分啦，因为你只自性成立，一定要圣意地要有相嘛，像唯识中的圣意地中有依他起相嘛，所以圣意有嘛。如果你只五蕴它是空性、哦、它是有相分的，你就没办法相信真正空性中是无生无灭，没有生灭的相。这是我从这个反过来讲形象这一分来做驱路来解释，那中观是后面没有把形象加进去，因为啊，中观中是无真嘛，是无真无相嘛，所以你不能把圣意地中有相，有相就一定有生嘛，所以你不会相信无生嘛，这段没问题，可以哈，用形象来解释。那宝曼论也说，诸见我有那个诸见有无我形象，那个我呢，就是讲诸法啦。诸见我有诸法我，这个诸法的我有无我形象、哦、故大能能遮，所以大能能就是佛啦，佛遮在见诸法有无我形象的话呢，佛是要遮的，因为呢在圣意地中连形象都没有，虽然是无我，但是没有无我形象，所以家人们诸见我跟无我形象、哦、那讲这个应该讲圣意中，所以圣意中诸见我无我形象，故大能能遮，要在个圣意中比较清楚。好，那后面诸经论说不可起空性无我形象见，或是无我见形象，那这个形象加进去就是有相分了，皆如前说应当了之。好，有没有问题？所以这形象中是解释没有把它加，那呢宝曼论引这一段呢也没有把形象加，所以很多中是引的经跟论、哦、没有把主题、哦、说得很明确，很可惜啦。好，这部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我一直讲你们都不知道在听啥？雾里看花，花灰花雾微雾，夜半来，啊，你啊，在朦朦胧胧中睡觉。师傅，他这里是不是在强调要
哎，空性是有自性成立。对，因为秩序派会认为圣义谛中啊是自性成立，无自性成立；名言中有自性成立。那既然是圣义中无自性成立，你把圣义谛本身又认为是自性成立，因为圣义谛存在嘛。所以圣义谛中虽然是无自性成立哦，那圣义谛本身是自性成立，这是秩序派的。所以应成派说，这个就是把无才认为有才。无才本身是有才啊，这个中央是没有把这个欲跟秩序派要反驳秩序派的那个内涵把它解释出来啦。所以很多文字呢，其实画龙点睛，中央是画龙点睛一下就很明确，可是中央是就是啊，怕自己说错没人会相信，就引经引论啦、啊、可是呢，在中央是解释上呢也不够明确，很多角度没有把它解释的更明确一点。那、啊、我们自己来吧，啊，这大德都是要利益所有普被众生嘛，哈，普被三根嘛，啊，我们不能当一直存在那个下下根啊，对不对？你甘不甘愿一直沉溺在下下根哈、啊？我不想你们想法啊，啊，普被众一定不喜欢的，对。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上上。但你不想沉溺吧？你不想一直待在下下根吧？对不对？我虽然是心目前下下根，可是我不想一直待在下下根吧？是不是？你认为现在我没有钱，可是你不希望我永远没钱吧？是这样啊？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啊？有这种想法学习才有用啊！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哇、哦，我没关系啊，当然下下根，我没有钱就没钱，有什么关系？那就不用学法了。那既然要不能甘愿单着在下下根，不能甘愿你现在都处于没钱、没吃、没喝的，你就要怎么办？要、啊、学习怎么赚钱呢、啊？从下下根变成上上根呢、啊？对不对？从没有钱要变成有钱呢、啊，那、啊、这样的话，你要去了解它的内涵呢、啊，把最究竟内涵把它想清楚、啊，把最快速赚钱的方法把它能够得到啊，是不是都这样？啊，像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认同？还是我自己讲的？啊，不认同？认同哈、哦，对呀、啊，啊，认同就一定有压力了，还所以不要。一直躲在自己的舒适区、哦、我们喜欢自己躲在舒适区、哦、有没有这种感觉？不要有压力，过得很舒服、很轻松、很自在就好了。人生为什么要人生虎虎何求吃足常乐啊？我就待在我的舒适区象牙塔里面多好啊，根本不用走出去，走出去就有压力啊。不过真喜欢有压力啊，喜欢没有压力的。有压力可以增上的跟没有压力不能增上，你喜欢哪一种？现在是每个思维方式不一样，有压力可以进步的，一个是没有压力就一直没办法进步，你选择哪一种？我选择有千余，千余不能代替别人啊。现在是说我们心态，我现在是感觉学好的心态一直陷在一个泥沼里面，这个没有跳脱出来，学习都没有办法进步。只听一听，听一听啊，今天我来听一听，不错啊，啊，学我是我的兴趣，我来听一听，听一听。可是呢，我没有一个说，我怎么让了解在生活中用？我怎么把真正的意趣弄懂，让我了解真正的空性什么，然后对进去用？这个心态没有的话，只是来学佛，那变学佛佛学啦。我要把这个心态打破，因为大部分99%的学佛者都是这种心态。所以讲者很辛苦的讲，可是呢有没有作用？哎呀，种下一个听故事的感觉了，又听进去了，实际上呢对生活有没有改变？没有。不是，现在是改变，是说我了解文字啊，文字怎么说，可是呢对镜还是嘛，还是一样过去的习气，而且呢不会把了解的东西呢一起深入，就是说你把了解不没有一次深入去思维啦，只是记那个文字啦。啊，你感觉这个记到文字已经很厉害了，我已经很自已经满足了，我能够记得它已经很太厉害了，别人都记不住，我已经记得住很厉害了。别人在把佛法当成佛学来读啦，就像说啊，我读历史地理，别人在说历史上哦，我能头头是道，哦，五世纪成立，哦，我跟你讲明恩怨情仇，我都讲得一清二楚。可是问题用得上用不上还是一大段距离，
这个就是我们学一般学法的心态了。我不是讲你个人哦，我是讲一般。嘿，既然讲不会不是你自己的话，不用说。不是、啊，现在是你要讲你自己，你要讲别人怎么样，那别人一定有例外的。是讲我要讲是你个人的自己。一定有力量，就是真的是我从他身上发现他改变。不是，我现在不要讲别人啊，我讲一般人啊。你不要讲特例啦，特例一定有的啦。我是讲你们自己要反省自己啦，不是讲别人有进步没进步啦。你们都搞错对象了，就变成我一直讲一直讲呢，可是呢你们吸收一直没有吸收，吸收不良，就是这个，就是说讲者跟听者这个差异啦。所以讲者很辛苦啊，听者呢啊这个有在听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哎呀问我呢，给我压力呢？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好，劝勉各位啦，劝勉各位啦。好，没关系的哈，就是啰嗦了又讲一大堆了哈。好，看第四行，因为大部分这种心态就变成学习呢，就是怎么讲哦，来听一听，听很多次，听很多次。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懂了吗？真的懂了吗？没有。只是文字知道而已，真的懂了没有？所以你们在问的时候，到底懂不懂也答不出来，因为没有思维。不懂，你好像有听到了啊；懂，好像我也没有全懂啊，所以不敢问了、啊，不敢说。这个心态就是这样。法师啊，这个哈、啊《般若摄颂》这句话哈、啊，就是说菩萨若执此运空形象，非性无生处哈、啊。法师刚才解释是讲无生，这个是这两个字是一个意思啊，就是说没有这个自信成立的生，这个是。可是哈，如果是从你世俗地去解释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说菩萨虽然就说这个运是自信成立空，他在自信成立他去你去寻找他的自信的时候，他是没有显现的，但是呢。你不能相信说你这个虽然它没有显现，但是它没有作用。你把生如果改成作用存在的话，它也是可以讲得通的。而且当然后面宝曼论它就他们没办法解释了。可是你那个摄颂云呢、啊、遍知诸法无自性，是行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它可以讲得通。就是说你在这个无自性成立的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去做六度万恨。它有六度万恨的作用，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些经论哈，就是要看你怎么去前后对照去解释的。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刚才法师解释的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顺文字啦，我是尽量，当然你理解的角度，但是要顺着文字啦，因为他没有讲什么六度啦、四色啦，没有讲这个，所以你就跑到六次，当然你可以讲也是没错。这个理路是没错，但是从文字来看没有讲到六度吧哦，就是从圣义地来说啦，哦，圣义地来说就空里面呢，圣义地中没有形象啊。如果你认为啊那个啊这个运好、啊、这个是空性而有相分的形象，那你真的不相信，没有真的相信无生处的，就是圣义中无生无灭的那样的，就比较顺文字啦。啊，你讲另外一个是跟文字比较没有相关也可以啊，也没有说错啦，这样可以没？所以我是尽量和文字的解释啊。还有一个，刚才法师你在解释450页最后那一行的时候，解释说这个东西是对秩序派而言，事实上如果说是你把最后的那个哈，最后那句话，若秩序师问诸法有无自性，告曰无性，对不对？你把这个如果这样解释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哦。因为你事实上秩序派以下的都认为说是你那个假有是在实之有之上嘛，所以他认为假有没有问题，实之有是有，所以那个实之有如果说是，譬如说不是秩序派，就算说你那个毗婆沙中或者金部中，他也可以问这样子。所以他这句话的解释是包括了秩序派所有以下的。那你要精准一点，为什么毗婆沙把无性当有性？为什么金部中把无性当有性？为什么唯识宗把无性当有性？因为你那个他
他那个毗婆沙中，他认为这诸法就是自信成立的、啊，是、嗯、他诸法是有自信的 啊， 啊。然后那个金部中是认为无常法是有自信的、啊，是无常法是生一地嘛，对不对？那然后那个谁啊？那个唯识中，他认为说是说你在那个他的那个叫做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如那个不是那个叫做什么？阿赖耶识，他的阿赖耶识是有自信成立的啊。是，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他都认为他那个有自信成立是对的啊。所以对，可是他没有执无自信，他认为无自信，无信当有信这个角度呢，不是只是指自信成立的，是把无才当有才呢，把无信成立当有自信成立呢，这个我试一下不会这样啊。嗯，对不对？所以符合把无性当有性的，应该是只有秩序派啊。可以哈？可以。好，好，没问题哈。好，那我们看那个。可以。好，谢谢。啊，是这样，越病越敏，这样好啦。你们要问啊，不是说问了就是一定会你自己讲得很好，没有哦。就是你们透过这样问跟答，你比较厘清，哎，文字在讲什么，反而对自己有帮助了哈。所以谢谢普木真的这种问答哈。我们看451页啊，导那个第四行哈，451第四行，若不尔者，哦，所以呢，你们就把生意地中啊、哦、那个无那个马当的有形象，就不是真正的相信了生意地中是无生无灭的啊，这个内涵。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呢，啊，我们就依照一个舍利佛说的，则舍利子就舍利佛问观世音菩萨，好、啊，观自在就观世音菩萨，他讲的心经，啊，这欲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云何学？这个是以藏文的解释哦，在汉译心经没有讲当如何学哈、啊，没有问讲啊，就直接讲那个观自在菩萨说的，观菩萨讲哈、啊波罗波密多心经观自在或行深波罗波密多就是这个解的，因为玄奘大师把很多文字把它省略了。好，那这所以当怎么学？那个观世音不在就说答云：因正学观彼诸五蕴皆自性成立空。好，那个叫成立哈，不是皆自性空，性空就是不存在了。哦，皆自性成立空。那呢啊，摄诵云就是解释心经的或是般若经的摄诵，遍知诸法无自性成立，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好、哦，应该是行深呐、啊。遍知诸法无自性的是行深，就能够真正了解般若波罗蜜多的内涵呐、啊。应该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好、哦、要个深啊，欲行甚深嘛，所以要给他一个深啊。那《入中论》也是这样解释：故有观我跟我所空，这个空就自性成立空啊、哦。这个是月称菩萨解释的，由观我跟我所这个自性成立空，那加空前面加个自性成立空，就是萨迦也界。我跟我所自性成立空，此于且是当解脱，当得解脱。啊，那这个就是要了解自性成立空内涵。啊，这个就以啊那个啊《般若经》还有《入中论》说的。那此等多人与彼相为，那这此等呢，就是谁呢？啊，就是呢啊，他讲是说把无自性成立。当成有自信成立的内涵的人呢、啊，把无自信成立当有内涵的是这此等多人与彼，这个彼就是讲把无才当成是有才啦。啊，这个文字没有讲清楚，用彼就这样带过去了。啊，把无自信成立当有自信成立的，就跟那个啊前面讲的那个心经也好。摄诵也好，入中论也好，有相违、哦、因为他讲观我所自性成立空，那这里呢中道是没有把，他也了解自性成立空啊，可是把自性成立空当自性成立
才是相违。可是你没有把啊，把无尽成立要当无尽成立才是对的。所以重要是引这一段，其实没有证破秩序派，因为秩序派认为圣义中简别啊，所以自信成立功没错啊，我也承许啊，那个心经说的啊，我也承许般若摄颂说的啦、啊，我也承许入中论说的啊，但是呢，它是圣义地中无尽成立啊，不是名言中啊。所以你讲的我也承许啊，但是是圣义中才是这样说啊，不是讲名言中、啊。所以重要是这样说，其实没办法让秩序派了解他有相违之处了、啊。要懂哈，就是没有把真正的那个关键说出来了。所以事故一切啊，衰损根本应该叫轮回，轮回，轮回衰损根本。轮回受苦的意思啦，好，轮回衰损根本就是嘛，增益自信成立之染污无明。好，增益啊，加一个自信成立之染污无明，因为无明有两种，好，无明有两种，一个是什么？那个非染污明的所知障，啊，这个是讲轮回嘛，所以讲是染污无明，所以自信成立之。染污无明，把它加进去，它比较像是所知那个烦恼障的角度来说。而呢，于彼形象正凡，那形彼形象呢，就是正凡拔除彼者啊。所以呢，而呢，于彼形象正，就把这个自信成立形象正凡呢这个彼就是讲无明，无明。跟那个无明形象正相反的，而拔除这个无彼彼者，就是无明。为达就是为通达无性，这个无性就是无自性能力，无我慧。好，到这里，那是也没有把前面那一段的把无才当有才说清楚，就是变成要用无自性能力来破除有自性的无明而已啦。好，关键那个点没有说出来啦。好，所以呢，如那个若破此相即破真实义那虽非所乐，难须受许。所以若破此相，这个相呢，就是讲他用相，不应该若破此义，不要用相，因为他用形象嘛与彼形象正相反，那个不能若破此即破真实义见，这个应该用相不好，应该若破此义。意就此意就是自信成立空量，不是相哦，因为它是与彼形象，那个形象是无明哦，所以不用这个相是错的。相因为它没有形象啊，所以前面讲没有形象，又讲形象会产生误解，所以落破此意，就把自信成立空也要破除的话，落破此意，那相改成意，扬我意。把自信成立空破除，就是破真实意见。那个意象改成意，那个词意就是哪自信成立空。如果把自信空也要破的话，就破真实意见。虽非所乐，你们虽然不愿意说你破自信成立等于破真实意见的话，虽然你不喜欢，但也要承许硬压的哈，不真有没有这样感觉？没有被压到，好，谢谢。我们看四百论云，所以什么无二即进门？这无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唯一啦，没有第二个，就是唯一啦。还讲这个干嘛？唯一的即进门，这个主要是有时候引的哈，这个我感觉就是说，他虽然有个意思要表达出来，可是没有把它表达清楚了哈。一般唯识中也讲说无二法门啊，心地法门叫无二法门，有没有？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要什么维摩诘经，有没有无二法门？有没有？有没有维摩诘经？有没有读过经述佛那个跟那个文殊菩萨对话啊？连弥勒佛都很怕去看到那个维摩诘居士啊，因为他是佛
来变现的啊，所以很跟他对话，连说声闻状都不敢跟他讲话。而且文殊菩萨啊，他因为那个文摩诘就是视线生病嘛，那别人不敢去看他跟他讲话，所以文殊菩萨就带着大家去看那边，啊，有个对话嘛，啊，讲到无二法门嘛，啊，无二法门内涵功，你看内涵嘛，不想他讲什么，以前看他不晓得讲什么，现在看比较了解他讲什么，他讲是无二法门，啊，什么叫无二法门？哎，唯一。啊，什么叫唯一？禅宗人就讲心地法门啊，禅宗讲心地法门，就你的如来藏本质清净，本质具足，本质光明嘛。那境没有好坏嘛，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嘛。那应成派无二法门讲嘛，诸法自性成立空的无二法门，所以无二法门都是共通的讲的，就是最究竟的唯一法门。所以这个用这个无二即寂门，这个是四。大家都共同成学，在中文是用四百论无二门，这个解释也蛮奇怪的了哈。就是他讲是正确说，诸法自性成立空，是无二即净门，虽非所乐，难须受许啊。那赞成前面这一段了，啊，诸法自性成立，好，这个是你们要承许，不能把无自性成立当有自性成立，无自性成立是唯一的无二即净门。啊，你们不想承许，不高兴也要承许，哎，啊，那是云啊，永尽贪爱是能证得涅槃之因。这个贪爱就是烦恼，能够永远的断除烦恼，是能够证得涅槃真正的因。所以呢，除无性见，那无性就是无自性成立的见解以外呢，更无烧法。是能如实净贪之故，无自性成立，啊，那个为无我相，是无第二，就是唯一啦，无二啦，极净之门，去涅槃城，此乃无等唯一之门。啊，这个更无烧法了，那个烧应该是更无余法，翻得比较好啦，没有其他的法。能够让你得到净贪之因，这个烧法用语法就好了，比较轻。用中国话用语法比较，更没有其他的法的意思的，就讲无二法门、无二即净门的意思。好，到这里，那看虽亦有空，这个叫讲三解脱门。好，虽有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啊，解脱门，三解脱门，难为无啊，无我那个无自性成立我正见最胜，所以各宗各派都有三解脱门哦，啊，例如说啊，小圣的是嘛，无独立实之有的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就是从无那个无独立实之有来看小圣，那唯识宗是无外境的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那秩序派是无地识成立的空、无相、无愿三天，这个空就是我们讲本身的体性了，体性。所以从体性来说，诸法的体性叫空解脱门。那无相是从因，诸法的因也是无，哦，无我。那刚才讲无我不一样嘛，哈，哦，一个小圣是无独立实之有的，哦，因。然后呢，果是无愿是果，无独立实之有的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如果是唯识的，啊，空本身就是无外境，所以因也没有外境的因的外境，啊，这个也没有外境的无愿的果，从外境。那自性派就是空本身就是诸法地识成立空，那因也无地识成立，果也无地识成立。那应成派的他讲最正见，无我正见最胜，就是无自性成立。所以空诸法的体性是有，应该不是是的哈。诸法的有的体性就是自性成立空，空解脱门，因也无自性成立，果也无自性成立，就是嘛讲无自性成立，哦，这个无自性成立我见，我正见最胜，就是讲应成派讲这个无自性成立的三解脱门是最高的见解了。所以有了就是了解诸法悉无，悉皆无自性成立我。啊，这无跟我中间加个自性成立，因为中阿师都没有把该加的部分要加进去，都没有加了哈。
你就是与我这个四部中一共的，那有什么最胜？没有啊。就念大头都讲无我啊嘛，你讲最胜在哪里？没有啊，看不出来最胜了、啊、应该把无自性成立把它当成最胜、啊、所以呢、哦、了解诸法悉皆无自性成立我，所以一切法贪无余永尽、哦、一个一切法法贪就烦恼了，就用法很奇怪、哦、一切贪等烦恼一个法就把它拿掉，一切一切贪等烦恼无余永尽，那个法把它去掉，贪等烦恼其余沙法见烧可求或相可缘，哪有一点点的内涵见烧可求、啊、应该讲见烧自性成立可求或自性成立相可缘，要把自性成立加进去啊、见其有于沙法见啊，那个见烧自性成立可求或自性成立相可缘，要把它加进去。那、啊、这个没有加，没有画龙点睛啊，这个都是我们讲的都通。刚刚讲的啊，如果说以啊那个小圣说，那这个一切啊悉皆嘛，悉皆嘛，悉皆无独立实之有我。所以一切贪等烦恼无以永尽，其余沙法见烧啊，那个独立实际有可求或独立实际有相可缘，嘿嘿，都可以解释。所以重要是应该画龙点睛一下，把自性成立的内涵把它加进去。故为无我，应该讲无自性成立我是啊，无第二极境之门。那个把自性成立无自性我，把自性成立加进去，没有加。你也不是最殊胜的，你四部中义都可以用这些角度去做解释。好，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好，就是金刚经、啊、哈，就是很多经都能讲得很粗略了，各宗各派都可以解释的。所以你看我们佛法最辛苦啊，经看不懂那写论，论看不懂啊，祖师大德写书，那书又看不懂、啊、那再写抄，抄又不看懂，要么要写嘛，写字释，嘿，写释，嘿，很多很多一直看不懂，都没有解释清楚过啦，就变成啊论啊经论，然后书抄一直写，然后呢再来是写注哎注解哎等等，你说如果刚开始第一个论写清楚了，为什么这么麻烦？对，菩萨讲众生应该了解什么程度，这多广泛得多几个角度解释嘛，那文字写得明白一点嘛，就不用花这么多人去解释啊，要解释不清楚啊，那解释要每个人用个人角度去歪曲事实，那解释不一样，那众生说、啊、这个比较合理，那个不合理啊，合理到底在理由在哪里啊，不合理理由在哪里，众生也没有解释啊，理由合理的理由在哪里，不合理的理由在哪里啊，众生也都没解释啊啊，所以我们学佛者最辛苦，那赞叹我们自己能够坚持到现在，难能难行人行，难闻人闻，好，难学人学，啊，有没有学习过自己？哇，这坚持到现在都不容易呢，没有。不是啊，你见过就是立根的啦，立根的话他就不用写这么简单，他这样说你就清楚了。我们就是顿根的啦，没有见到佛的顿根要解释得更清楚啊。是不是跟时空转变有关系啊？麦克风，你要讲时空转变是吗？就是因为时代不一样吗？所以要有那个时代的著书之类的，我就是后人啊，后人要解释，接下来就像法师你现在解释给我们听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写，如果你有写的话，那你恐怕也有你自己的理论啊，对不对？你已经融贯了，然后后人再接续你的理论继续。法师见过中大师，所以他看得到。你应该这样解释。好好好好好。不，很会解。不过这跟我一直在想，师父讲这个，我一直在跟
中国人做文章的方式，不知道是不是一样。以前我们的经论也是这样啊，经，然后接下来论解经嘛，像那个五经啊，五经就有后面解的那个论，然后论接下来还有解论的，不知道是不是跟中国人做文章的格式方式有关系？你讲是儒家，儒家对、哦、儒家的经啊、哦，那后来就用论来解释经啊，嘿，这有话可有理可循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因为你以前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看过可能是，有可能啊，好几年N 年以前，说不清楚啊、哦，没关系的哈，我就是。要把它解释清楚，所以有时候跟那个认为中央是写不清楚啊，这是我的想法了哈。啊，我没有说啊，中央是不对的哈。你这样讲啊，那个时代就这样解释，叫他都听懂啦。啊，这样听懂就不用何必多言呢，对不对？我们不是古代嘛。那事已至此，何必多言？既然了解了，为什么讲这么多啰嗦，对不对？啊，所以古代根器，啊，我们现代根器要用现代根器的方式来解读，啊，把它解释更清楚一点。好，这个就是无二即净门，就是诸法自性成立空，它是去掉无明的真正的根本因，也是得到解脱的无二即净门。那个即净就是讲灭除烦恼的意思啦。啊，就诸法自性成立空是所有的唯一的能够灭除烦恼的方法。好，重点把它抓到就好了哈。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可以哦，文字上可以哦。好，那我们看那个451页倒数第二行。所以是故菩提资粮论，好，又讲到哈，无自性成立故空，那叫个成立，成立很重要哈。为什么成立很重要？因为成立就是心了解净存在的方式哦。啊、如果讲自性就是净本身的体性哦，所以两个不一样。成立就是心了解净存在的方式，它是靠唯分别之假名利，所以是净没有力量的无自性成立。你不能用无自性，无自性就变成净不存在了、哦，没有体性，没有作用。所以这个要成立，这个两个字一定要加。那在藏文呢，有朗心主把，这个主把有的。藏文本身这个是在中间里有，可是为什么论很多地方都没有写成立？我不晓得为什么，可是我是想说可能啊，就说因为以前那个藏人他们都是没有印刷嘛，都是出家众用抄的啦，贝叶经没有，没看过贝叶经，贝叶经都是用抄的，就是横条那种啦，所以他不像我们这样用印的，所以他抄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不懂啊，因为不懂内涵嘛。那些啊，无自性成立啊，这样无自性就先成立一样，就是干脆成立两个字把它删除了，感觉都一样嘛。所以没有懂内涵的出家众去抄的时候，感觉都一样，就把那个朗心主把那个主把两个字就感觉哎、啊，无自性无自朗心主把没朗心没啊，这个主把没有意义啊，就把它省略了。啊，可能以前这样抄比较快啦。第二个是可能以前纸张比较缺啦。哦、要买纸张比较啊，笔墨比较贵啦、啊、所以为省时省钱啊，省体力，所以呢，把这个“成立”两个字把它删掉，就变成“无自性”，应该是“无自性成立故”，比较合理啦。所以“无自性成立的故”什么空？这个空就是性空。哦、那是空取啊，何相遣一切相，故自责何所愿？那是呢，是个空取何相啊？那这个空呢，是讲无自性成立，是取什么相？取无自性成立相，遣一切自性成立故，用无自性成立的相，遣一切自性成立相故，所以智者何所愿？就是智者就是要以无自性成立来遣除自性成立的相，就是我们修学佛道的。断除烦恼的就是要把这个内涵学起来，用无自性成立相遣除有自性成立相，智者了哈，修行者达解脱者。那此将经说的三解脱门，以此处说的唯一，这个压个一，
唯一的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极净门啊，无二极净门叫唯一，唯一性空见，一个唯一性空见解脱门，那个一啊画在前面，那这个唯啊那个见一解脱门那个一哈，把它拿到那个唯一比较合理啦，文字比较顺。唯性空见一解脱门蛮奇怪的，文法就不顺。唯一性空啊见解脱门，然后呢断相为失啊，就断那个跟那个性自性成立空相为的过失。那以教理成此，就是以教理刚才讲的很多啊，般若啦啊，般若摄受啦，心经啦啊，还有四百论啦等等，还有入中论啦啊等等啊，教理，那个教就是讲经，理呢就是讲论，好，一般教就是经，理就是论，所以叫教理。所以我们在宗派有随教行随理行嘛，随教就是以经为主的，学理行就是以论为主的，这教就是经，理就是论，这用了经心经啊、哦、还有论呢来成立那个啊、这个自性成立空的唯一解脱门，这个此就是自性成立空。所以呢啊、断性自性更虚，何虚更破，所以断性自性应该是断净之性，就断除镜上的自性成立，这用断性之镜蛮奇怪，应该断镜之性啦哈。我从中国文法啦，因为它的法中法是从藏文法，它是用文法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它没有用中文的那样去把它顺一遍，所以断镜之性，就断镜有自性成立呢，何须根破？既然断镜有自性成立，把无自性成立这个就变成有自性成立，断除变无自性，何须再更破无自性成立呢？所以以正彼者，彼者就是讲啊、这个啊净是自性成立空的内涵啊，就诸法自性成立空的内涵的个彼者啊，即能对治恶我相执啊，恶我相，这个恶我相就是有自性成立相的。那于彼全无相执系故，如果他常门没有自性成立相的种子系故，就是有断除掉了。所以断除有包括两个，一个是执着，一个是执着的种子习气。所以断彼相执跟你相执的习气，这个才叫能够断，就包括那个执着跟他的种子习气都要断、哦、这个就种一个执着跟种子习气。若于如此分别，这分别就是观察啊，这样观察，若于如此观察，原来是无尽成立能够断除啊我执跟我执的种子习气，亦啊若于如此分别意见过患善恶分别悉破除者，连把啊了解无尽成立的这种见解也把它当成是过患，把它当成善恶分别悉破除者。显然欲速之那堪不所宜教规，所以连思维刚才讲是观察嘛哈，若于如此分别就是观察，观察无我无尽成立那样，你认为是错的，连观察不需要，所以善恶分别这个分别就是观察，不管观察好观察不好都不能观察悉破除者，显然欲速就是要速立其支那堪不所教的，不思维不作意不观察这个内涵啊，所以观察要好好观察啊，无自性成立的内涵来破除自性成立的无明啊，这个要观察啊，连观察不要的那个就是支那堪不的教规啊，这个是错误的。好，先到这里，我想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可以吗？没问题。好，刚刚的时候在佛护论那边的解释是说无自性成立也是无自性成立嘛，是，所以事实上在后面这个解说的时候，刚才法师讲的也没错了，就是说无自性成立的相，遣除自性成立的相，
那自信成立的，他这边的自信成立就包括了所谓的无自信成立，把无自信成立当成有自信成立的相，对不对？啊，是的。好，谢谢法师。好，休息一下。我们看452页第四行，对于破所破太狭。好，那这里呢讲到破太狭，那后面会讲这个前面哈，前面四个音是讲破太过，破太过，现在是讲破太狭。破太过就四个理由嘛哈，没有显现当成没有嘛哈。像破太狭，破太狭呢有作是言，好，有人这样说了哈，他中说呢，所破呢是什么呢？所破的自信呢，这个自信呢，这个因为呢在这个文字讲的不清楚，好，那佛陀自信呢有三个特色，他用三差别啦，这个法中法上用叫差别，应该叫 kippa， 上午叫 kippa 就是特点，不是差别。因为你这个藏两这个字有两个角度来分，就 kippa 就是说你跟我不同的意思，等于特点的意思啦，不同等于有特点。那华中华是把它当成差别，这个不对，这是一般通俗的话。这个两个字呢 kippa 两个字呢，如果是讲一般的我们叫 kage 懂哈、哦、口语，一般生活中的语言叫 kage， 没听过 ka 就是口，gay 就是语，就是一般的生活中的对话叫口语。口语这个 kippa 就是讲差别，但如果讲佛法的 kippa 就是讲特色或讲特点。那因为法顺法师可能对佛法没有去，他就因为他生活在藏地嘛，所以用一般用口语的方式来解释，就具三差别，应该需具三特点。特点，所以所破自信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自信啊，第一个自信，这个自信呢非由因缘所生啊，这个自信呢是讲体性啊，体性不是由因缘所生的体性，这个第一个自信跟第所破自信呢啊、哦、那个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因为这个应成派跟那个没有把它说清楚，所以这个很模糊啊、哦、第一个体性不靠因缘所生的体性，第二个呢十位无变，十位变就是非刹那会灭的，第三呢不带他力，就不观待他法，而不带他力跟啊、哦、非因缘所生的其实是一样的，就不观待因缘的意思的，第一跟第三一样。好，就破太狭，说要破自信成立呢，就是要破呢啊、有三个啊、非因缘所生、十位无变、不观待他法。那这里三个自信，非因缘所生、十位无变、不观他法，都是讲什么？讲常法，常法的特色。但是呢，跟破自信成立呢有一段距离啊。那这里说破自信成立，就是破啊、无常法本身非由因缘所生啊，实为无变不观待因缘的，这个来讲就变成对方破的自信是用无常法非常法的自信来破的，不是应成派要说的破自信成立的自信，那变成啊、无常法把它变成有 不由因缘所生的自信要破，无常法呢非刹那坏灭的这个体性要破，无常法不观待他法的体性要破，便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的。好，那如中论说的，中论说什么呢？中论说自信从因缘出生则非理。好，如果说你有自信啊，应该有自信，应该是将有，哦有，如有自信，要加一个如有，会比较文字比较说的清楚，如有自信。从因缘出生则非理，那若从因缘生啊，性因成所作，若从因缘性的话，那个自信成立呢，自信呢应该就变成无常法，变成无常法，因为因缘所生嘛，那这个自信才变成无常法。那若是自信成立是所作无常法，云何因理？他这个啊，如果因缘生性因成所作嘛，若性是所作因和因理，然后呢，所以自性非心作，即不观待他。
啊，众人这个角度跨文哈，跨文哈。好，那我们看中大师怎么解释。若许亚等内外诸法有如是性，如是性的是哪三个？就是非因缘所生，实为无变，不观待他力。有这种体性的话，中观诸师虽亦虚破，就是无常法本身。亚等内外诸法，亚等内外诸法懂哦，就是无常法了。那内是什么意思？不特伽罗心绪所摄的叫内，非不特伽罗心绪所摄的叫外，都是讲无常法，听好。所以五蕴不特求自己的五蕴就是嘛内，不特求非不特心绪所摄外的五蕴我们叫外。所以这个文字没有讲清楚。所以无常法呢，如果有不观待因缘，实为无变，不观待他力，都也要破，也要破。然于此啊，于此呢中明体性所破者，是当明所破根本啊，就是根本就最细的啦。当明其所破最细的根本，那叫最细，不是破粗的。无常法，不观待因缘，不观待时位变，不观待他力，不是破这个叫。如果破这个，就破无常，破这三个体性，破太狭。所以你不能把啊破因缘所生的那个因无常法，破因缘所生，破时位变，不观待他力，这个是破太狭。所以当明嘛，最细的应该当明其所破根本，就是最细的、最根本的、最细的。由破彼，就是破彼根本故，须于相续身中观见诸法无自性成立。所以要从根本来说，是破自性成立，不是破那个不观待因缘、不观待时位变化、不观待他力的，这个叫破太狭。文字上这样可以啊。啊，但是陆中论讲这一段不清楚了。好，那我们既然这一段再反过来看啊，陆中论这一段，自性从因缘出生则非理，就是讲啊无常法的自性，则因缘生则非理。好，无常法的自性从因缘生，若从因缘生，那个自性成立啊，应该就变成所作性。啊，若自性成立是所作性，云何因理？因为呢，自信非心作，即不观待他。你看中路这一段讲什么？啊，听看有无？无人看懂吗？你不懂。就是说，无常法有三个特性，刚好就破这三个。哈哈哈哈哈。我想中论，我想中论啊，那个中论不看已经懂了，现在是中论这一段文字啊。就是中论前面这个自信。不要从没有，我讲得讲自信从文字来翻。你说自信从因缘生啊？哎，对啊，中论这一段文字。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我第一次读解读的时候，我是完全看不懂。对啊，然后呢？才发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因为一般人，对不起，一般人就把那个自信成立跟自信的体性有没有是混成一谈的了。然后那个毗婆沙中的是破常依自在嘛，所以他事实上这句话里面只是讲说他因缘所生是破那个常，然后他那个不，我先讲文字是文字啊，文字就是那个自信从因缘生嘛。如果是自性从因缘是生的时候，那个出生则非理，就是说有出生的这有生这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那此句这句话就不通了啦。那若从因缘生，性因成所作，那这句话是说从因缘所出生的话叫做所作性，这句话是没错的。若性是所作，就是人这个体性是所作性的时候，那云何因道理？那事实上他讲这句话跟前面这句话矛盾了，就是说这个有听有他的体性是所作性，在所作性是因缘所生，然后你又说
有因缘所生则非理，那所以这句话跟第二句话它是其实有道理的，但是相反的啦，就是有矛盾的。然后如果自信非心作，即不观待它，就是说这个体性啊，它不是那个所作性，它也不是观待它就能够成立，其实这句话也是不合理的。所以中论如果按照字面上去解释这句话是根本看不懂的啦。我讲的是这个东西。是那如果说你如果了解的就是四部中义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那其实这句话也不能代表说它能够破自性成立。因为他讲的这个东西是你有自性成立的时候，就是我这样讲啊，就是你如果这个法是有自性成立的时候，从因缘所生就不因理了，因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所以从因缘所生里面，它就不是自性成立了。那如果说你说是自性成立的话，你又说它是因缘所生，那这个就是有矛盾，就不合理了。若从因缘生，性因成所作，这句话是合理的。就是说，如果你的体性是因缘所生的话，它的体性应该就是所作性。那所作性就是因缘所生法，那这个无常法，那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后面又讲一句，若体性是所作性的话，云何因道理？它是针对第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体性它是所作性的时候，你说它不是因缘所生，就非理了。那后面这句话又更奇怪了，就是说，体性若非心作，即不观待它。就是说，这个人这个法的体性，它如果不是所作性，也不是观待它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就变成说是它是变成常法。那如果常法的话，就破了那个无常法。那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下部中里面有个叫做破常一自在，所以这句话真正中论所讲的这句话，如果真的能破，它只能破常一自在，而不是破自性成立。对，因为中央是引证，中央这种感觉哈，因为中央是没有把它讲清楚，而且引这一段反而更加的困扰了，困扰。那我这个自性哈，一般来说有我是解读变成说从体性来说啦，那体性本身哈、有一个世俗化的体性，一个是圣义地的体性，究竟体性。那体性本身是常法，体性本身常法，体性本身常法。所以呢，所破的体性有三个特色，三特就是体性有世俗化体性体根的，所以体性本身是常法，所以非因缘所生，实为无变，不观待因缘。所以这里中论讲的体性从因缘生则非理，因为体性本身包括世俗体性还有生理体性，它是常法，所以如果是因缘所生不合理。如果是因缘所生，如果是连这个体性也是因缘所生的话，那应该成所作性的无常法。但是这个体性是所作，因何道理？因为呢，这个体性什么呢？自性呢非心作，它不是观待因缘而生的，也不观待它，那个它就是讲因缘啊。那这里只是庄严这一段反而没有解释清楚，反而更加困扰了，反而更加困扰。所以有时候我讲大德演这个论哈、跟他的立的主题啊，有时候会没有对焦。但是从解释上呢，就是说庄严解释说，若曾经雅等诸法有如是体性，有三个体性，有什么体性呢？就是闷得安奈因缘，实为无边，不观待他立的话。有些体性的话，中观都是成许的，所破啦，所破有这三个体性啦，就无常法本身有不观待因缘，不观待刹那会灭，不观待因缘的这个呢，中观是有些所破呢，中观是也都成许啦，是破。无常法本身不观待因缘，这个体性要破；无常法不观实为无变也要破；无常法不观待他立的因缘也要破。所以这个中观次序以下都成许的。就无常法本身没有不观待因缘的常法的特质啊，好啊，这个内涵上跟那个中老演的中论里面呢，没有把它灭取的很好啦，这样可以啊、
先给他。一个法，它有世俗的体性，有圣意的体性，对不对？然后世俗的体性，它也是常法。是是是。世俗法的体性是常法，是因为它是名言吗？还是因为说？世俗的体性，它是一个昏昧性案例啦，都是常法。嘿，对对对。啊，现在讲哈，现在讲说体性跟法本身。这个因为在大德写的论里面呢，没有把它分清楚。体性就有它的特质，就像说杯子上面，杯子是什么？是无常法，对。但是杯子上面的体性无常性是常法、哦，啊，杯子本身是无常法、哦，所以以事例来说，杯子本身是无常，所以无常法。以杯子上面的特性来说，它有无常性，无常性是常法，这样讲。所以讲体性是上面有的体性的角度，不是杯子本身。所以这个文字没有把它表达清楚。所以无常法本身是无常法，但无常法上面有个无常性，那个是体性。哦，而一种那个文字没有讲清楚，你感觉啊没错啊，那无常法是因缘所生，怎么讲自性从因缘生则非理呢？就讲无常法上面的体性，不是讲无常法本身。哦，这样分得开没？可以哈。你的文字表达不清楚了，所以造成我们在读的时候会 很困扰。好，所以呢，这体性来说，它本身就是常法哈、哦，有三个特点，哦、三个特点啊。所以这个是中观中都也认定哈、哦，认定的哈、哦，所破。如果把无常法本身来看。本身来看，好、哦、那个啊、哦，有不关带因缘呐、啊，十五变不带他理，这也是所破，就是本身哦，不是从体性来说、哦，所以这个文字上混淆不清啊。到底讲它的体性来说呢，还讲它无常本身来说呢？中论师没有说清楚。好、哦，但是这个都不管你从体性来看，也可以从无常本身来扩呢来看，也可以啊。那个这个呢，这个是秩序以下都程序。但是这个呢，在因成判呢，啊，这个就是不是根本啊，不是根本所破，不是根本所破，所以诸有为法啊，后面开始哈、啊，所以对须臾相续生中关键正什么正诸法无自性成立才是根本，因成判来说，啊，从因成判来说才是根本，所以我们看诸有为法是因缘生。即有变坏，即待他力。这个要把第三个条件，即待他力。啊、哦，第三个不观待，不待他力嘛。啊、哦，所以有为法是本身因缘所生。啊、哦，所以十位有变。啊、哦，还有待他力呢。啊、哦，自部诸师皆共集成，都共许。无常本身呢，不是讲那个体性，讲本身。对比哦，对比那个这个讲那个三个无常有三个特质呢，讲呢。不应更成无性、啊、对比不应更成无性，比亦应达诸法无性、啊、所以呢，如果说那个、所以有人说了哈，皆共诸不诸更对比不应更成无性，那比应啊，比亦应达诸法无性啊，那有是等过。故彼岂是不共所破？那这跨文哈，就说对于啊无常法有因缘所生哈、啊、其变灭，还有但他的这个在次部就是所有的状态都成许，但对比不应更成无性啊。那你那个性呢，就是三种特性特质，对无常法这种三种特质嘛，自部各中诸师都承认这三种特质，所以对这特质你不能说它不存在，没有。对这个只讲哈，这个很多那不务真这样解释也可以的哈，那但是说哈，因为他文字没有表达清楚，就造成我们读的话会很混乱的哈，
所以对比不应更成无性。这个性呢，就是讲那个不，那个无性就是刚刚讲那个因缘所生，实为无变不带他力的体性啊，我可以这样解释啊。好，所以你已经有因缘所生嘛，所以你不能说没有因缘所生的体性啊。啊，还有呢，那有那个实为有变，也不能更成没有实为有变的体性啊。那要即带他力，也不应该成为没有带他力的体性啊。那别应答诸法无性啊，有事等过。那这个无性就是嘛，无自性成立啦。如果靠因缘所生就可以通达无性成立的话呢，那变成通达无这个常那个，所以我把刚才不应更成无常之体性。那比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变成文字很绕。比喻应答诸法无性啊，这变无性成立，有事等过彼啊，其事不共所破。所以把自性成立才是根本所破，不共所破。那现在呢，把不观待因缘所生的，此为无变不待他力，当就了解这个就已经了解这个体性。那这个体性了解，不能当成通达诸法无自性成立的根本所破。这样你好，通达不观待因缘的，已经破不观待因缘的，无常不能因缘，不观待实为无变的。啊，还有呢，不奈他力已经通达了，所以呢，不能说因为你通达这三个而了解已经通达应成派的无自性成立了，但是都是用这个同样一个字来表达，所以呢，在文字上解读上就会很辛苦啊。不应更成无性，无性就是无常之体性。那这样别应应答诸法无自性成立，有事等过。哦，所以呢，故彼其事不共所破。所以对通达无常法破除三个不观待因缘，实为无变不待他力的体性，不能说是已经通达无自性的体性了。这样可以没？内涵把它懂，因为庄师写的文字写的很辛苦，就是我们读的辛苦，他写的很辛苦了啊。这样可以好？好，所以虽中观论。那个中观论又叫中观根本会论，就是中论啊。中论里面呢多难比对于呢这个认为有自性成立的内涵说，若有自性成立，因不带因缘及不变等，是就能骗说比过失，就是能骗就是一般大众。只有自性成立，因不待因缘及不变等事，就大众说彼过失，非就根本所破当体而明，在个根本所破。对一般，所以呢，龙树菩萨就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为第一谛，是为中道义，是讲一般来说，不是讲最究竟的角度来说。这样可以哈？所以我们要学到最究竟的，但是有时候呢，龙树菩萨那个陀跟菩萨写的论是就一般而言，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例如法王陈建东学营这一段他说一般我们看到诸法显现的方式是诸法实际存在的方式，不是如同我们显现的方式，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法王讲这个？这讲的是一般的，因为你显现方式太多了。我们显现常啊，显现自在啊，显现一啊，显现独立实之有啊，显现有外境啊，显现地识成立啊，显现自性成立，这个都是显现的，不是跟实在不相符啊。所以讲的很比较一般啊，但是我们学的人不能只停在这个一般的角度，要了解原来是根本所破是破自性成立，不是破显现方的常一自在那个都有啊。所以要了解根本所破是要显现自性成立，这一分是真正的错误，不是只说我们显现的一般法显现方式跟实际上不同，那个太多的角度了。这样了解，所以你要从根本所破下手，我们学习的人要从根本所破下手。那讲的人他为了应付一般的大众，他讲的比较粗略的
大家都可以认同的啊，就黄讲的啊，一个诸法的显现方式不是跟那实际方式的存在一模一样，那个是一般而言，但是我们想了解这个要从自信成立显现去解读。好，这样没问题，因为常常有同学会用粗略的来说谎讲的对，可是没有细分，这到底你要学什么，你要破什么，没有去细分啊，就大腿写的很粗略的就认为已经可以了，不用再做更细的去理解了，会停在那种比较粗略的了。所以很多人喜欢学粗略的哦，你问什么一般开示就很多人听有啊，文字听有啊，啊不用去思维啊，对不对啊，一般大德啦，那个格西的莫提讲一般的你都不用思维，那讲的文字就当了解啊，啊如果再深入进去你就糊糊掉了，你感觉太辛苦太难了，你就不想学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啊？听到一个有修的人，你可能这样信心的讲的什么都对，哎好，那都已经听到了就认为可以了，不会再深入了。我是讲我们学法的心态啊，对不起又在唠叨哈，那是劝你们说你们要学要学到最细最根本的，你在对你能够解脱对你的那个心理提升才有帮助，可是我们都希望学到一个初大概就可以了，就停在那里，就大概我有听到我去听就不错了，这个心态一定要打破，一定要打破，你要自己要对自己的那个生命要负责，你要追求最真最善最美的生命，不是只停在那个模模糊糊的一种概念里面，可是大家就喜欢停在模模糊糊那种似是而非啊，有就可以了啊，不错了，这是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那种感觉里面不能停了，可一般大众喜欢停在那里啊，会不会给你们压力啊？不会哦，谢谢感恩。好，所以多比难哈、哦，有难云说那个追中观根本慧论多比多难比云啊、哦，把那个破太小了。若有自信，因不带因缘即不变的，那个就变太粗了啦，太粗了哈。是就能骗，这个说法呢是就一般来说啊、哦，就能骗，就是能骗一般的大众说比过失，就无常法。有三个自信、啊、就不带因缘不变等，这个来讲这个是太粗了、啊、那非就根本所破当体而明、啊、所以又胜亦有，这讲不共所破，就又不共所破的胜亦有，就是唯识宗讲的，唯识宗的认为有胜亦有，不共所破胜亦有，即真实有就地实成立，并地实成立有啊，地成立就地实有，就地实成立，这个都是啊，我是中以下的哈、啊，一因不由因缘生等，啊，一有不由因缘生等啊，后恶啊，后恶后恶自后恶后恶就是不由生等啊，不由这是八卦呢，啊，不由因缘所生，实为无变，不带他力，这两个不一因不由因缘生等。啊、而且呢就是这讲的包括三个条件的哈，那呢难比这个怎么非是胜义等义，但是破掉三个自信不是真正的胜义地了，胜义就是究竟的内涵啊，难比是破掉啊，无常法有的不关待因缘所生，不关待那个实位啊不变的，还有那个不单单这个不是究竟的所破，那个圣义就是讲究竟的所破了。文字上都很懂，但是文字那个写出来就是很绕口了、啊，而且是已经懂了，但又再重编又不同文字讲，而、啊、讲的文字又不清楚了啊、哦。所以对于应承派来说，下部中所说的生意有真实有地是成立也不用因缘、哦、不关待因缘、啊、但所破就不也是嘛，也不关待因缘，但这个呢不是真正的究竟所破，所以亦有亦因不由因缘生的，这个文字奇怪。所以法师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唯识宗的你也承许常一自在，你是所破，
然后你的那个秩序派也认为说是你这个圣意有跟自信常一自在是所破，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破掉他的自信成立，不是根本所破的破自信成立，但是文字写的不清楚啊，弯来弯去的，而且文字表达又不是很明确，而有时候文字看文字又相反的文字了，好，我们抓那个内涵就好了，因为文字或干脆读要花很多时间，干脆可以读懂内涵就好了。譬如鱼瓶虽片是无常，好，那片无常这是以总别来，这辩经来说，辩经的角度啦，瓶子有法，周片是无常，那为什么周片无常啊？一般像所作性嘛，那我感觉应该刹那幻灭比较好了，因为从那个名相跟性相来做那个能力因跟所立法，为什么周遍是无常？因为是刹那幻灭之故。会用所作性，因为是用看到的声音，他用那个例子，奢求的例子，因为声音讲出了声音嘛，他用看到你是嘴巴跟牙齿跟喉咙出来嘛，所以叫因缘和合，叫所作嘛，而是用看到来说，而且是用理路来说，应该是无常，应该刹那幻灭比较对了。可是这些常用所作性，这是看到嘛，看到你发出声音的过程，所以用所作性。好，所以南非无常即是平易。好，南非无常的平易就是嘛，我们讲，但无常法呢不是平的定义啦，这样讲哈，所以它是用总别关系来说，但那个无常不是平的定义，因为无常是总。平的定义是什么？虽立大户贬足为平者定义，如是，哦，若圣意有等，虽因虚伪无方位，这个是以毗婆沙中哦，经部中哦，因为那个文字都讲不清楚，宗老师一直讲，把文字可能是超出的弄掉了，所以呢，虽然是平者作遍无常，但是呢，平者本这个无常不是平的定义。那平的定义什么呢？大户贬足人装水作用者才是平的定义，就叫同义词。啊，刚才是总别来说，但总别的总不是那个平子的性相的同义词。虽然是这样哦，他讲是什么意思？你破掉无常法，认为他什么非因缘所生，时有变，不关待他力，对不对？是破总的，但是最细的应该破什么？破自信成立，他这个预言讲这个啦，可是他表达没有把它连接起来啦，就变成我们用啊瓶子，它是周遍是无常法，没错。可是呢，你没有把瓶子本身的体系是大户贬值装水作用者来做对焦，你用总的无常法来对瓶，这个呢没办法，它是一个总相的粗的，瓶子是无常是粗的，但是要了解瓶呢，应该从大户贬值能装水作用者才了解真正的瓶。不是用那个粗的无常来了解真正品，这样解。所以你讲无常法，它是不关待因缘，哦，不关待时位，不关待他力来讲无常，但是粗的。应该细的讲，无常法本身应该是讲无自性成立，了解细的部分。他这个意语他这样说，这样懂哈，哦？因为他装是没有讲清楚。所以用讲啊，作遍无常跟什么那个定义，那有什么关系？根本没有办法连起来啊。所以必须前后跟要连起来，就是你破粗的，但是不是我们根本所破，你要破是破最细的，你破掉无常本身不关他因缘，那是粗的，应该破是根本所破自性成立。然后你等同你用瓶子是无常法，这个没人要了解瓶子本身的内涵，应该从大户贬值装修装成来了解瓶子本身的内涵，这样了解没？这个两个相扣，可是装是没有把它连起来啊。啊，再看粗的现象，他中来讲粗的现象，例如毗婆沙中跟经部中，若圣意有等，啊，那圣意有就是讲，因为他唯识中都承许圣意有啦，唯识、经部、毗婆都讲圣意，所以比若毗婆沙中、经部中要加进去，毗婆沙中、经部中。若毗婆沙中、经部中啊，圣意有，虽应许为无方分法，包括啊无方分即为
跟五十分刹那罗的心事，这样了解。因为在毗婆沙中，他用切割的来讲生义力，切割跟分析，所以设法切切切切切，到最后是无方即为。所以呢，在生义力中就找到无方即为，所以无方即为呢，在设法中是嘛生义力。那心法用时间的时间来切切切切切，最到最后是五十分刹那罗心事，就是讲五十边际刹那罗。所以呢，他在时间里面找到吧十边际刹那罗当作最究竟，就叫生义力。所以这个叫生义有。所以呢，无常法有包括两个生义有，就是无方即为的设法，五十分刹那罗心事的心法，啊，那是毗婆沙中。那进步中都是无常法，都生义力，所以包括无方即为哦，也包括十分刹那罗心事哦，因为这样都无常法，所以在进步中也是生义力，啊，都是生义有。但是这个毗婆沙中程序哈，无应该程序无方即为哈，就圣义有。难那个加个难非哈，无方分即根本所破。啊，以彼为是宗派妄执不共假立，此执非诸有情性无生的根本。那难非无方分解其根本所破。那这里呢，难非无方分即为。啊，就是南非，就是我们讲那个非无啊，中那个一藏系大喜欢用非跟无合在一起，应该南无方分法那个南，你看南非无方分，哦，被南有方分，这个很奇怪啊，我讲看我们把那个加进去了，南大圣而言呢，变成用经部中小圣呢，再用高度一点，比较细一点的，南大圣以大圣而言啊，非无方分法其根本所破，因为大圣不承许无方分法，所以中师这个并没有把它讲清楚，所以小圣承许无方分法。但大圣法无方分法不是根本所破，所以难以大圣而言，非无方分法即根本所破，因为无方分是所破没错，但是呢无方分法不是根本所破，所以应该嘛以大圣而言，无方分法即非根本所破，要非加到后面读起来比较顺啊。以大圣而言，无方分法即非根本所破，是不是读起来比较顺？不然加在前面很怪。可以哈，我以大圣而言，无方分法即非根本所破。虽然小圣承许无方分法，但大圣不承许无方分法。但大圣的无方分法不是根本所破，这样了解哈？因为无方分法。也是什么，它虽然是变成是嘛那个我们讲那个因为如果是唯识中的根本所破是嘛外境，所以有无方分法就外境，有十分常有心事就不用观待那个唯识那个心那个总是变现，所以呢在大那个唯识中呢那个外境有才是根本所破，无方分法不是根本所破，所以这个里面有两个哈，看一下我讲一下哈，好，我先想一下那个片气跟那个俱生的哈。哦，啊，写不来不及，好吧，下次再说。可以，谢谢你的关心，我常忘记时间。好，那这里就说哈，小圣的是破有方那个破那个就是无方分法是生义有嘛，那大圣呢也了解生义有不存，因为那个在唯识中那个无方即为就是有外境，所以呢有外境他是不承认，但无方分法不是真的他要破的，他是破那个不观待种子习气变现的一切外境，无方分只是一种一个代表而已。一个代表，所以无方法不是真正的根本所破，那破的是破有外境的这一部分。那所以呢，以认为那个
无方分歧，破除无方分歧呢？啊，这个无方分歧这本呢是为是宗派妄执不共假，就是什么片弃的执着。所以破的破是破俱生的，不是破片弃的。所以根本所破是破俱生的。那下部中为是那个小圣认为有无方分歧，这个叫片弃。这个在大圣来说，它不是根本所破，根本所破要破什么？破俱生。那如果说啊、以无那个烦恼障来说，是独不特求独立实之有才是根本所破，这样听啊？不特求独立实之有才是根本所破。那因为那个小圣认为这个，比如说那个有无方分的一个表示嘛，他已经有一了，不能再切嘛，所以他就不关待之分的一，有这个内涵下去哦。但是比波沙不承许哦，哈、哦。他不承许我是一哦，因为我是从初分已经切到最细的，还什么一？可是在，那个清部中认为你要是一值啊，因为中无方分歧他不用再没有之分了嘛，最细最细的嘛，那无生忏心事也就变成不用再切了嘛，就变成一的执着。可比波沙不会承许他是有一哦，他感觉我已经出到最细了，怎么还有一啊、哦？那在清部中认为他是一，而且不会变的感觉了哈，就是不用关待因缘，有常一自在的感觉。所以这个宗派对立、哦、感觉我没有啊，你怎么会说有？这个就是每个见解不同。比如说我已经破常一自在了，怎么会有一？啊，比如说破常一自在，破那个外道的天主的常一自在哦，不是破无方极伟的常一自在哦，这样懂哈、哦？是破外道天主的常一自在，没有破无方无缘极伟的常一自在。那进步中会感觉你有无方极伟，无生忏清楚，那无缘极伟就是常一自在了。无生忏心事也是常一自在啊，可是比丘沙不承许、哦、就是我是从这深度来看，因为中义间都没有讲清楚，所以对于、那个大圣来破你们无方极伟有常一自在呢，这个是片剂的，就是你认为有无方极伟无生忏心事呢，在大圣来说这个是片剂，你们宗派自己那个宗派妄执不共假立不是根本所破，此执非诸有情系无生生死根本，细无生的根本是独立实之有，不是无方极伟，也不是无生忏的心事，是独立实之有，这是一般共的啦。但是应成又不一样了哈。先讲到秩序以下的啊，先讲独立实之有，那下次我们再讲应成派的角度。好，今天上到这里。